锦上添花，就是我们有爬花，就是它的红地上面爬花，然后在上面再加那个花，就锦上添花。然后 reticuli 就是那个龙泉青釉那边那些龙拐子，我们在青铜器不见过嘛。然后有描金，这个就是像青铜器上面的骨。然后它两个耳朵，就它把那个整个形状做出来，里面我们还可以偷窥到里面有一个内胆，它是青花，宣德青花的桃枝，就是寓意长寿的。所以乾隆就喜欢这种，看了就很开心。因为这种很费工、很费钱、很费时间，而且成器非常难，可能你烧不出，它烧好几次。